咁但係過唔到咧，圍住佢嘅遠嘅守衞，祖利亞用個腳背一彈彈俾你布列治，即係好多外援入咗嚟啦。而家計計咧就有布列治啦、祖利亞啦同埋奧拿利奧啦。咁另外加夫里咧亦都龍門嗰度咧又換咗人選嘅啦。比賽時間咧仲有11分鐘到，咁預料呢場嘅表演賽都唔會點係保時嘅啦，唔會執得咁正啦。哇！但係咧呢、這個祖利亞咧。可能咧就係啱啱嚟咧，就希望能夠咧俾啲表現咧，係球迷或者係院本身嘅球員，出示第一面嘅黃牌喎，斯爾剛被罰黃牌，佢同呢位巴西嘅祖利亞，大家撞埋呢下咧，就係用手拉對方嘅衫，所以咧球證俾呢場賽事嘅第一面黃牌。不過除此之外咧，大家都好斯文啦，好客氣。王胜将个波带翻出嚟，交个直线波俾越位嘅周哲。咁啊，周哲咧就系呢个波咧有啲系发脾气啊，踢出咧系出边。咁结果咧喺不足一分钟之内，拜仁嘅球员连领两面嘅黄牌。咁啊，周哲咧今日总共有3次嘅埋门机会，把握到其中一个，咁成功率咧达到咧1/3，33%。呢个就佢刚才越位之后咧。就係、是、借勢啊！咁其實好多藉口嘅，可以話聽唔到啊咩咩，但係球證如果根據你當時嘅反應啊，個舉動咧落嚟嚟俾出呢個黃牌嘅。咁啊，頭先嗰個都係都唔好唔合情理咧，咁樣踢出去看台出邊嘅。另外一位攞黃牌嘅史剛抌架球。咁啊，斬過左手邊，佢哋係周鵬。控得挺好啊！控完之后呢要想计过波啦，打一个后抽，邱健威赶到一铲之下，系球门球添啊，个球都唔使输，佢嘅铲波省中大连四号刘玉健嘅脚而弹出呢个底线嘅。咁啊，远方面呢个时候呢心思思啊，不如你又再换多过嚟，咁睇下边个球员啦，叶国威啊，17号嘅就系叶国威。邱建威嚟嘅，你着咗系叶国威嗰件波衫。我李伟文咧即刻入翻嚟啊！哇，唞咗2-3分鐘咯，咁啊啱啱够钟咧饮啖水。咁其实呢场波咧都考验我哋嘅，真系啊！咁啊17号波衫咧就系院嘅公布嘅波衫嘅号码咧，叶国威嘅。咁但系半场嘅时候咧就俾咧邱建威攞出嚟着。咁而家咧就换翻出咧李伟文出嚟。好快啊！呢、這個咧係安定二神，好快嘅呢、這個球。呢、這個波佢好明顯唔肯輸角球啦。咁但係佢好嘢，能夠將個波帶翻出嚟喎。不過係外援啊。咁啊，相信咧對自己比較進攻力更加強嘅球隊咧，就可以進一步咧係瞭解到呢個安定二神嗰個功架啦。好啦。大連咧繼續咧係唱呢個慢板，咁啊頭先我曾經講過，我應該記得就話佢哋可以接受到和波啦，但係輸波咧就應該唔得嘅，可以咧一度會追嘅。潘耀卓包個波出翻嚟，出唔到界，再俾翻咧郭文迪，咁而家喺中路咧就摩亞啦，亦都有啦係布列治啊，交咗俾布列治，黐唔到個波落嚟啊，魏家伙黐唔到個波落嚟曳啊！咁啊，漏出底線成為咧係大連嘅球門球。喂，真係弊家伙喎！唔知道嗰個澳洲球探而家仲喺唔喺度啊？如果喺度，可能打消念頭都唔定喎、可能熱身唔夠啊，啱啱出嚟冇耐啊，只腳咧遞慢咗，冇辦法黐到個波落嚟。下半場係37分鐘啦，3-3啊，雙方又打成平手，梅花間竹喎，雙方嘅入球都你一球我一球，你一球我一球，入球都算幾精彩啊！好啦，呢、這個史爾剛俾，仲有一個弧傳俾翻呢個史爾剛，哇！喺大埔啊，喺右路咧出呢個波又一人，遠嘅手嚟真係第二啊！咁樣啦，劉世，但係係啊，呢個波咧想入啊難過唔入，竟然間咧呢、這個周哲咧就門前咧咁樣睇睇慢鏡啦，遠嘅手嚟咧劉世，嗱周哲啊嗱，面對空門啊！唉，咁都唔入嗱，睇睇呢个史尔刚出得几靓啊！远嘅手啊，冚唪唥漏晒。周哲啊，嗱，面对个空门，竟然间咧炒高啊，
好難能可貴啊！呢啲咁嘅波真係應該入啊難過唔入，佢竟然間咧唔入。啊！呢、這個祖利亞點啊？大家鬥搶啊！同呢個咧史義剛咁啊，最後又出話史義剛喂唔好制咯，表演賽嚟啫喎，領咗黃牌噶啦，史義剛唔好再嚟啦。呢啲咁嘅友誼表演賽就無謂咁怒氣啊！好，潘耀卓主踢呢個罰球斬埋喺中間，又俾咧係安迪爾森咧係頂橫咗個波先。咁啊，而家王勝咧點啊？追唔到啊？追唔到個遠界外球咯。霍文迪執起，準備抌呢個界外球，係唔得。梁成傑飆上嚟想我搶都唔得啦，搶唔到啦。咁啊，俾黃鵬咧搶到呢個波，執翻後先啦，重新嚟過。咁呢個張亞林咧又將個波咧俾咗史義剛，嗱、這個橫傳嚟點咧？越位就冇越位，但係落點咧唔啱啊！呢個波李培亦都唔攞啊，讓呢個波出界咧，自己睇遠抌界外球，咁啊抌翻喺禁區入邊咧就俾加夫里啦。咁啊，39分鐘啦，仲有6分鐘嘅比賽，有啲保時嘅換人當中換咁多件。好啦，為咗呢個波布列治，唉、哎，今次攞到啦。啊，一比咧又～俾對方大連實德嘅守衞咧撞出橫邊，潘耀卓抌界外球，好祖利亞俾過呢邊嘅牛啊黃志強啊，黃志強俾李培，好俾過李偉文減粗佢啊，去唔到啦，好睇祖利亞點啊，得咗對方個位先好正，出之又唔夠人得，咁啊今次咧三文治。遠兩個一個祖利亞呢個李培呢入去，好又入返呢個嚴嵩啊，黃鵬呢係離場，剛才掉咗出嚟嘅呢就係嚴嵩呢，而家呢又入返去車輪式的換人啊，冇所謂，好似個我定個波數位腳呢擠過嚟呢邊嘅張亞林，張亞林點辦，再俾個嗰邊嘅胡少君啊，好啦，喺个严嵩点入翻嚟之后唔掂喎，系好努力啊！呢个祖利亚咧就系翻嚟救波，右脚将个波咧踢咗出去横边界外，大连实德嘅界外球，下半场已经41分钟啦，3-3啊，双方打成平手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有个特色啊，车轮式换人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大连咧就将个波踢翻后边先喎啊，胡少君。咁啊，俾咗隊友自己走位，終於交翻落史光度，睇佢點啊！啊，面對祖利亞高啊，祖利亞上拉手拉到，有冇機會搞掂？嗱，單對單周折過咗，但係咧冇用啊！再有咧，加富利翻身係擒住，啊呢、這個波咧，加富利呢個點真快啊！雖然俾啦，周折過咗佢噶啦，啊周折呢個波咧係諗住咧過埋佢先，慢慢彈。嗱、啊，你睇嗱呢個一推推佢啊，好嘢！呢波突然間接落去，嗱、啊、周折都會意到推過咗啦啊！啊！加夫利好嘢啊，翻身一擒啊！咁啊，周哲咧想话咧系再翻身拉唔翻个波啦，再嚟呢个又弱咧，又系将个波交咗落去加夫利度。咁啊，上余比赛嘅时间咧就3分钟啦，法定时间。咁啊，打和咧就要射受二码定胜负，即射噶吓，冇加时。咁啊，要决定呢个挑战杯咧系谁属？李培咁啊，出嚟咧虽然后备入替，嗱表现都唔错啊。欧拿利奥，祖利亚。前面有呢個潘耀卓在左邊，他選擇近少少俾郭文迪，郭文迪一控控翻轉頭啊，咁啊回翻嚟又是梁成傑啊，今天幾個借將咧，啊梁成傑啊都睇得不錯，好越位呢、這個波一比落越位啊，布列治已經係走咗出嚟啦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呢個波咧遠咗起碼2-3個身位。咁啊講到換人咧，喺呢個香港嘅外隊賽最經典咧，我就記得一場咧就快易通嘅外隊啊對車路士。咁啊換下換下咧，竟然都換咗個按摩師入嚟踢啊！我都唔係正式球員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場嘅換人咧，主要係第二個經典啦，就係、是、車輪式嘅換人啊，咁啊比較少見。好啦，中間個波咧，黃勝等個波滴幾下先至慢慢滴落嚟，咁啊再落翻咧安迪爾森度。咁安迪爾森其實今日真係未見到佢嘅真功夫啊！呢、這個球員，因為咧始終遠隊俾個後防壓力唔大啊，所以安迪爾森今日踢得啦。唔可以話佢係踢好求其，但係咧可以話咧佢根本咧就受唔到壓力啊！佢啲波咧係可以好輕鬆咁踢噶，咁但係佢埋個位啊，埋嗰下個段速咧，睇佢係好快噶。好啦，一比俾翻前面，今次咧就李培頂到啊！
哇呢、這个吕艺文咧系埋嚟咧收唔到，咁啊嘣一下，咁啊大球证冇意冇事啊，话呢个波冇事，咁啊再翻身啊黄星仲省咗个波落去吕艺文度出界噶。咁啊睇嚟咧，双方呢个时候咧都有啲心态系咪等射十二码咁咧？啊大连咧亦都系教咗前咧几次嘅攻门咧，冇办法将个纪录咧做对4-3，咁而愉园咧亦都系冇乜攻势添啊。好啦，好高挂埋嚟，梁成杰咧系顶到。王志强翻嚟帮手，一头顶啊奥拿里嗰度，奥拿里咧，哇！呢个波咧争啲自己都压埋啊！咁啊，终于咧就麻麻地传翻后边，加夫里咧唯有一脚撞出嚟，顶翻出转头咧，又系俾到奥拿里好啦。咁啊，罗里奥咧一个直线俾上嚟，摩亚。咁摩亚咧头先啊3-3个波头住 set 翻嚟咧 set 好靓啊！好一吸过咗潘耀卓啊，俾咗潘耀卓咧就，但系始终传唔出个波。而家咧先至咧将个波执咗过嚟左边，郭文迪两个插花。第三个避返转头好嘢，过到一个起脚啦，但係可惜唉睇唔到呢佢以往百步穿杨嘅效果啊。呢、這个波呢佢一拖拖空呢见到冇人埋嚟掹呢，嗱睇一睇睇慢镜啊，嗱一个插花啦，一个假动作啊，推返过嚟啊，用右脚推返过嚟大位，但係可惜个波呢一射呢係稍中波底。咁接近呢个比赛末段，睇嚟都要用十二码去解决呢个挑战杯垂熟嘅问题啦。几秒钟嘅时间啫，咁啊，如无意外咧，都系大家可以搭埋心水咧，准备睇呢个十二码噶啦。咁啊，睇下球证肯唔肯补足啦。如果补足嘅话咧，好襟计嘅，因为换人换得犀利。咁但系如果唔补足嘅话咧，就随时都而家都可以咧系收兵噶啦。大连嘅可能最后一次嘅进攻啦，呢个波冇越位啊，周哲睇下使唔使射十二码啦，仲有机会再射，哎，叫翻转头啦，奥拿里奥咧只脚长啊，撩走咗个波。如果唔系周哲咧，再揾翻个波起脚嘅话咧。咁可能咧，大家連咧個十二碼都冇得睇添啊！咁老老實實啦，嚟到呢個階段咧，都大家希望睇埋十二碼啦，因為冇加時咧，仲簡單，仲容易交失波，咁啊有手球嘅嫌疑。黃鵬就有手球嘅，咁但係旁證舉旗之餘咧，球證就冇吹到。這個同樣亦都有手球嘅嫌疑。史義剛，咁啊睇下遠呢一剎那會唔會散啊？散嘅話咧，大家將會咧冇機會睇到十二碼。胡少君推入去中路，黄鹏插翻个左边系刘玉健射埋去啊，加夫里，哎射嘅自己呢个波，加夫里没收。我暂时仲未见到执法球证咧，方有法咧有所行动啊，有所准备咧。我哋睇埋呢个慢动作先。刘玉健喺禁区 K 个位就咁系弯埋去中龙门嘅。咁摩亞咧今日踢得非常之落力嘅，咁雖然喺前面好多時都覺得佢咧都係喺度衝撞啊！誒、哎、呢、這個波講埋呢個波先，李偉文冇越位，俾入去地波，咁但係咧過唔到啲安定之心啊！好呢、這個波角球啊！咁啊遠咧就有一次咧係角球嘅機會，是否可以憑住呢個角球咧一舉擊敗甲級聯賽領先嘅球隊大連實德咧？睇埋啦！如果入咗真係冇仇報啦！郭文迪走去開遠嘅角球，補咗時係兩分鐘啦。第一條柱撞翻出嚟，再開角扣得靚，咁啊唔攞都係角球嘅。誒球門球，黃正話球門球。最後墊波就是郭文迪，如果照咁嘅情況嚟睇咧，球證方向法應該都係。